穿出的话，是因为你这个手术本身是错误，它才有可能穿出。哦，就是你做太过头了，或者是你放得太浅了，或者你感染了，你才有可能有穿出的可能，不然它是绝无可能有穿出的。那你刚刚说它会不会有消失或者是被吸收掉问题？现在的假体跟模型来讲，基本上可以用上一辈子是不会有问题。但是模型可以存在一辈子，不代表它的外形一样一辈子都很好，所以就要考虑它的稳定性，就会不会挛缩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细胶慢慢被排斥在一个优先选项，就是因为它有挛缩的疑虑。但我也必须承认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挛缩啊，也有人不错的，对啊。